我们刚刚下计程车，我们刚下 Grab， 司机大聊一波。新加坡最讨厌逃漏税跟破坏公务。逃漏税就是被抓到罚10倍年薪。好，现在我们要 check in 了。我们回程是搭商务舱，所以我们可以优先换位。耶、yeah. ！还有 Board Me First 也可以。哦，可以加购是不是？对，是可以付钱就可以先 board。是。我们在12号柜台，旁边有个亚坤。就最那一头有一个亚坤。有 boarding pass 可以怎样？可以在新耀章宜搭那个。哦，上面那个，你说那个？对。瀑布上面那个。可以吃亚坤了吗？新加坡必吃亚坤，咖亚。Coffee O 是只有糖。现在我们要看我们要吃什么，有 Coffee O 跟 Coffee C。要加这个到蛋里面 ，OK。然后这是。偷了玛丽亚。格雷斯觉得受不了，他脸上写受不了。不要，我下一份。OK。哪个是我的？哪个叉子？我的是 butter 跟咖鸭而已，应该是这个吧。哎，他点后来到底点哦，这是糖这是 butter, 哦，这个呢 ？butter 加糖，这是 butter 加咖鸭。那你应该叫你怎么看得出来是什么？我看得出来，这是糖啊。不行啊，你在拍照，消费者看不出来、啊。好好好。放这个水锅蛋就会加点酱油，酱油这边分蛋的酱油跟生的酱油，生的酱油比较咸啊，这个比较甜。然后有时候还加点胡椒。啊，这个酱啊，这个面包就可以把面包沾进去吃。他们这个面包特别干，所以吸这个蛋就特别多。据说花了7亿。真假？嗯。新币。哈？中间那个瀑布就6亿了吧？破坏公路，这是那个 Hedge Maze。要啦，你看 Ticket Attraction 啊，刚的有个 Ticket 机器在那，全部都要付费。我们时间不够了，主要是时间不够。我们现在在 Level 5。很多餐厅哎、欸，什么蹦跳什么？那个蹦跳网。嗯，多少钱？蹦跳网的英文是什么 ？Bouncing， 还有这个 Skynet 就是这个、啊、Walking 跟 Bouncing， 看小朋友在那边跳。哦，对啦。对，他把兰花倒挂。好的。格雷斯觉得没什么，不过就是兰花倒挂。叫你们这些没看过兰花的。我们等一下要搭那台车，但是他要从 Terminal 那边搭，不能从那个 Jewel 这边。这是我买的，原价169，我买到特价109。啊，太好了 ，Jewel 真是好地方。看一下你买的，我们还在移动中，都要拿出来看。原价是台湾价格。大概卖4000-5000块，这边新加坡原价209，特价109。天哪，所以是大约新币2000出。对，我们要搭那个 Skytrain 经过就是往 T3 的 Skytrain， 所以我们要坐过去再坐回来。对，这好像不是景点，但是我们拿来当观光列车。要进去了。这边是 T2， 这边是九。好，进来了。哦，来了。哦，我们应该坐车头的啦。哦，太壮观了吧！
对，我们刚刚在库航是在 T2， 库航是 T2 arrival 跟 departure， 所以都要走过去。新加坡的机场的所有安检都是在 gate， 对，可能是 T2 啦，其他我不知道。那有分 school base 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搭乘库航 TR 八九六。啊，拍不到飞机名字了。哇，好高级哦！ Hi, welcome. Hi. Okay. Window seat over there. Thank you. EK. 哎，对。哇。基本上搭乘 School Bus 啊，一上机它就会让你先选一个迎宾饮料，那迎宾饮料应该从这边开始都可以，有咖啡、茶，然后汽水、果汁、椰子汁，然后啤酒、红酒、白酒，我是点了一个 Tiger。OK， 待会要帮一些人代购这个库航的专属产品。那、啊、这个都只有在飞机上才买得到。这是泡泡吗？这是磁铁。这是什么？这耳机，拉链耳机。然后这个乐高。哦，是拉链的。对。然后这个模型。那不是模型，那乐高。就模型啊。对，大概这样。还有吧，飞机。哦，飞机的车。然后这有个舒眠组啦。舒眠组，毛毯、眼罩还有颈枕。合购的话是18元，15+8=18，新加坡人的算术还有点问题。然后这椅子其实坐起来真的还蛮舒适，因为首先这脚部的空间真的蛮大的，你可以看脚伸直还碰不到，脚伸直，然后这边下面你看下面。算大概有30度到40度啊的斜度，然后可以看一下787的窗户，787的窗户是它算是透明的，但是它用应该是用电磁的感应去调整它的深浅，现在调到最黑是这样，还是看得到外面，但是就不会那么刺眼。上的话，其实就桌子就在这啦。然后它桌子可以就再翻开，然后前后可以移动。还有一个很好的设计就是这个地方，这边金属的。怎样？为什么比较保值吧？然后它坐在这里。哦，所以台湾插座也可以、啊、对，通用的，这是通用插座，然后这里是放那个救生衣的地方，然后你的服务铃跟灯是在侧面，舒适哦，还不错啊。那你几公分几公斤？我本人174，目前在公斤这不重要，但是椅子就是还蛮舒适的，不会太挤哈、哦，不会很挤啊，很舒服。还可以盘腿，你不算啊。好，这是机上点的红酒。